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一下 MLB 的秀23今年新增加的这个扫脸系统。那首先的话，我们先找到我们想要扫脸的一个球员他的照片。照片的话，尽量找大头照，然后是比较清晰的照片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用手机在商店中打上 MLB 的秀23，那最后就会跑出一个 MLB 的秀23 Companion 的一个 APP 啊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下载。进到 APP 里面之后，它会要你登录你的这个账号，你可以看你是用 PS 的账号，还是用 Xbox 还是用 Switch 的账号，把它登录。登录之后，我们选择最右边的23这个标示，点进去之后，选择第一个 Fast Scan， 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扫脸啦。那之后我们将前镜头对准这个电脑屏幕上面的一个大头照，只要按上这个 Take Photo 就可以拍照啦。那之后我们按下方的按钮，确定。那按右上方的按钮，把这个图片上传。图片上传完之后，我们回到我们这个 MLB 的秀23的主画面。好，我们回到 Face Scan 的画面。那系统会提醒你，目前图片正在 Process 当中。那等到 Process 完成，它又会跳出另外一个视窗，来提示你说，图片现在已经汇流到你的这个系统里面了。好，我们点进去，直接按 Active。所以这个张玉成的脸就扫完了，看起来还蛮像的。那进到这个我们跳回到主画面的 look， 还可以做进行一些微调，比如说把他的头发要长怎样啊，或是将他的头型做一些细微的微调都可以。好啦，就是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后续还有一些教学影片，也请大家多支持啦。我们先跟你们再见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Wait, designer, check the name on the tag. White fox fur on my jacket. Excuse me, that's a